黑小房顶的拖把你见过吗？真的是太方便了！家里的吊顶、瓷砖、橱柜、衣柜，凡是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用它，清扫干净还不留水印。珊瑚绒的材质不仅方便清洗，还不发生静电，打扫卫生无死角，关键不脏手也不费力，小女生也能轻松使用，再也不用请保洁阿姨了。平时还可以用来清理汽车，实用又方便，平时打扫卫生或者是年前大扫除都能用得上。向日葵花的设计，不用了挂起来也好看。手机看到的，觉得挺神奇的，抱着试试的心态就买回来了。它这个用起来特别简单。自从跟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还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了邻居，结果邻居看到了，都说太方便了，他们也想买一个。黑小房顶的拖把你见过吗？真的是太方便了，家里的吊顶、瓷砖、橱柜、衣柜，凡是手够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用它，清扫干净还不留水印。珊瑚绒的材质不仅方便清洗，还不发生静电，打扫卫生无死角，关键不脏手也不费力，小女生也能轻松使用，再也不用请保洁阿姨了。平时还可以用来清理汽车，实用又方便，平时打扫卫生或者是年前大扫除都能用得上。向日葵花的设计，不用了挂起来也好看。